有在热门关键字里面，恋爱，当一直在里面。你哭了，你哭了是吧？我这学生下来，你看我下来自言自语。哇，人啊，你看我自己追很上瘾，你来点狗血。大热门今天要让我跟小奇炫去录一个假外景，刚刚我已经叫小奇炫先下来说我要顺路去载他去，可是重点是呢，他可能没想到我们是轮接企划，这台车上面路程中不会只有我跟小奇炫两个人，会有第三个人。好恐怖啊！哇，这个太恐怖了，吓我一跳。第三个你躲好了，我旁边真的会吓死，哎，太可怕了吧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小奇炫惊恐的脸完全就会被我们捕捉住了。 Let's go。 你看他们说什么啊？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因为车上就很拍了，所以不行。对啊，他已经开始拍了。他们说要弄一种，就是很克慢的带你去看夜景的感觉，就是那种很多道具一样，货车带你去兜风那种感觉。哦，这些都是道具。对啊，他等一下要用。等一下。为你放烟火。他说堆一个平台，我想说很合理。以前它会红的夜景，是第一，当然它很漂亮；第二是它会红，是因为有那个情侣去那边，然后飘起。网络上是有的吗？可以去查一下。真的耶！剑南山命案，剑南山鬼，好恐怖啊！我本来不觉得很恐怖，可是刚竟然它有在热门关键字里面。命案鬼。对对。好友大根指出，小奇炫害怕会东看西看，手一直无缘故挖包包，打开水却不喝，现在吓他的时机已成熟。哎呦，超可，我自己开都怕。来了来了，可怕哦，好黑哦。我先问他们在哪里，不是很舒服哎。你不要那个，你一直说就越会真的很不舒服。你在叫什么啦？你在叫什么啦？你现在叫什么啦？等一下，他是人吧？什么？有人啊！什么？你这样，你们现在在整我？整我是不是？怎么可能？整我？不是什么？还在演呢？什么啦？不会演呢？有人，有人！你先别弄我，哪有人呐？你丢搞哦！你干嘛？我现在车子发不动了，我要点一下电瓶。什么叫点电瓶？就是把那电瓶重开。你不要弄我啦！你们现在是整我是不是？我现在那我可以下去。你帮我那个，我等一下跟你 OK， 你帮我转一下好不好？我等一下比 OK， 你帮我转下去。哎，你要带手机吗？我带。哎，你们不要关哎。我在这里。你这样开的。等一下哦。好。这什么鬼通告啊？这鬼还在，他刚一直在里面。你哭了，你哭了是吧？他的不自觉下来。你看，这里有人呢，这里。这里对，有人吗？对。那个就是我，这样子。这边不然你以为我是谁？不然以为是谁？好了，好不好？愚人节小奇炫被整成功。所以有没有学妹哦？你学妹高空弹跳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制作 team 学妹就是要装鬼。学妹辛苦了，学妹。对啊，那个但是他鬼演的真好。对，很吓人哎。难怪吓得那么成功，又哭，然后指甲又断掉，指甲断掉哎。演鬼像冒着被打的，流血这样。哦，你手去抠到他指甲，因为一直抓我衣服断掉，后来指甲卡在我外套里面。对呀。
这么用力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看到鬼还不能看到。我们直接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一定很臭。有照片出来了，各位，这个排名我们就用照片为标准了，一二三。我觉得很白 ，OK 啊，很丑啊。笑得好开心哦、喔！天哪，但是这这张都比这个丑啊，影片比较丑了，影片比较丑。我们现在有点像辛普森哎，你最漂亮的啦，找最漂亮的，能看的，能看的。这个好像受了委屈而已，呜，很想同情，太可怜，可怜的感觉。这边由我来简单介绍，女神回家不外乎也是看电视、画手机、玩猫，回家过了十分钟才发现异状。其实我们厕所也暗藏一个老鬼，由于以轩都没去厕所，以只好两个巫以轩。对啊，轩轩吓死我了！哎，你刚刚我还都没有觉得很奇怪。有，我想说为什么这里长得不太一样？刚刚回家还自言自语。没想到老鬼成功吓到以轩，还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妹妹。他都没有去厕所，哎，没事了，哎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哦。被愚弄的感觉怎么样？很不舒服。哇！吓死我！大热门愚人节计划成功。哎呦，愚人节计划厉害厉害，会吓会吓。这个样子会有后遗症的，你以后回到家疑神疑鬼，哎，对，到底有没有东西啊？对，因为我被吓到两次，然后我很大声。你知道最后那个管理员还打电话上来说，邻居说你的房间有尖叫，他问我有没有遇到什么，就是他说我，对，他以为我遇害，他说你人还好吗？因为邻居有投诉说旁边很大声。哎，这个邻居很棒，对，远亲不如近邻，真的，台北不容易，很可怕。哦，不错不错，不会，但是那个画，哎，真的好丑，真的，那个好好笑。上吧，来来，一二三，坐地，还在拍，他遛狗的时候会顺便倒垃圾，然后就是他趁他倒垃圾的时候，从这个垃圾桶里面下他，下他的墙墙过，哇，啊，击败他了！我有信心，因为吓到他，这招真的太贱了，期待了吗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已经等了十几分钟，在这个垃圾桶里面抽筋抽的，他们再过来我就要抽筋了。到底还有多久？是整他还是整我？吴尊就这样等了三十分钟，强强终于牵着栗子走过来。哎，我们刚会过分吗？那我们再下来一次好了，走，快，放我出来！我们早就跟经纪人串通好，然后拿了他家钥匙，现在进到他家里面，
准备下第二次。这是他家，那是他房间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我记得很乱，怎么那么整齐？好，现在重点是我赶快趁他回来之前，赶快把机器塞好。哇，强强的床！他进过垃圾桶，对啊，真的好可恶哦，真的是很糟糕哎。现在机器就塞好了，准备来整他吧。我们要进去的袋子。哇，偷破你包包一半他就回来了，这是我玩过最硬的愚人节。哎，好荒谬，我们。怎么那么荒谬？好，你现在是垃圾，不要出声。我先找个地方躲。我这个垃圾已经过了快半个小时，强强没有回来，到底要躲几个？遛狗会这么久吗？我以前遛狗都没遛那么久哎。好热哦。在哪里啊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办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眼睛花了！哎呀！哎，你还敢抢我的床啊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下第二，直接打人啊！下第二轮已经还好，第一轮就真的有吓到。第一轮其实是还也啊。对，但是我后来我又很镇定，对啊，那个我又很镇定，其实还好。你没有很镇定，对啊，其实你超级不镇定的，其实还 OK， 这个人还是大风大浪见太多，这个算是还了解了解。对啊，重点是你为什么要在我床上？而且他还进过垃圾桶才上的床。对啊，好过分啊！这个真的很糟糕哎，我要把那个球消毒。我跟你讲，就我房间的小帅哥而已，好不好？垃圾桶刚过，床上还给我上去，难怪我这几天身体都痒痒。什么？你也去啊？你去了？为什么身体痒痒的？你干嘛去啊？去啊！心有灵犀。哦，对对对对。